先講一下，如果話飛魚，因為我玩全部都，所以唔夠講得咁高嘅。係咧，就依幾樣嘢都唔錯。就係推廣唔知功夫論法，係一種好嘅意思。生活嘅一等理想嗰種藝術感。因為上嚟講，政治個人口味嘅，嗰啲嘢好似鬧聲嘅藝術，嗰啲嘢係層次，好似孤單寂寞啊！你會欣賞我嘅技術，咁啊幾日講完真嘅，我專心去玩功夫，唔會旁支玩功夫而造成啲咩咧？交成認識表演嘅意思。夾爭呢，你變咗可以用撳手、拍手、拉手都係爭底。圈手綁攤呢個轉動，圈個轉動，個爭都不斷又爭，呢個效果就出嚟。心長心，Thank you.